不管你今天遭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一样，不曾改变。家里有客人啊，起吧。我今天已经到极限了，若不再找个依靠的话，我真的快支持不下去了。麻烦那箱东西请小心一点，不要弄碎了啊，谢谢。齐罗，真的是你，阿斌。我在公司看到班表，就在想，搞不好是你们家，结果真的是。你们认识啊？哦，这是我学长。哎，伯母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阿斌啊。哎，这是我们家搬家公司啊。哎，我会叫公司帮你们打折。谢谢。哎，助理在哪？我跟你们继续好。麻烦动作快一点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好、哦，这两箱带到二楼。哦，不要摔到，小心点。哎，对，那我楼梯你要帮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不要给我再刮了两道。哎，林，喂，怎么会过来？没有，东大一个好东西送你。好东西，打开看看。哇，这牌子的东西弄得到手啊！啊，没有，没问题的。谢喽。今天上晚班啊？哦，对啊。
今天大概还要加班到凌晨，真辛苦啊。还好啦，我们这边聊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要搬家呢？搬家？对啊。哎，怎么你不知道？他们昨天才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去啊。本来是想打电话给他的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还是当面谈交。那你有想过怎么告诉他的？对啊，你要仔细想清楚。要是你一开始不小心说错什么的话，李林的个性。喂，你三个在那边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在说我坏话是不是？没有啊。经常说你坏话，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怪怪的哦。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不是，神经病啊你们！水可以喝。西多。搬家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跟阿斌跟我说的啊，说你昨天搬家了。搬家了。你怎么没跟我说？我现在跟我爸爸住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换我妈又跟我继父住在一起。说什么？再说一次啊。你们又跟我继父住在一起了。林，其实那个你先出去一下。林，走开啊。林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妈身体真的很糟，她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了。除了她，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。那我算什么？你总不能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，你就这样搬走吧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反对。我一定会反对啊！难道你忘了他是怎么伤害你的吗？你难道忘了他是怎么样对你做过什么事吗？可是他说他不会再那样做。你真的相信？只要做过那种事情的人绝对一犯再犯。你现在赶快离开那个家，马上离开那个变态。不可能啊，你要我离开家，那我要去哪？你可以来我这边住啊。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我们都还在念书，而且我们……而且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自私地丢下我妈。难道你妈就不自私吗？到头来，
她也不是牺牲掉自己的女儿来换来一个安定的生活，不是吗？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妈，你不知道她为我吃了多少苦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这个亲人，而且我继发其实也不是那么坏，毕竟她很照顾我妈，而且她也曾经是一个好父亲。我只是想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再为我妈幸福找一次机会。你不要碰我啊！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你继续下去了。真的收到那一年级的礼物了、嗯、对啊，那听说他跟韩启儿分手是不是真的哦？大概吧。小哥，嗯，你家里还好吧？还好。那就好。听说你要跟那个一年级的学妹去约会，她约我去看电影，我想说偶尔换一下心情也不错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拜拜。林，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对我们两个都比较好，不是吗？勉强再相处下去，搞得两个都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过，以前的日子。总是要觉得自己这么卑贱，为什么总是这样责怪自己？你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说要放弃？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把你心里话跟他说清楚啊！就算这么做真的很蠢，那也无所谓。只要能保住林，就去找他，去哭去闹，用全世界最愚蠢、最笨的方式，只要能留住他，做什么都值得，不是吗？
除非你告诉我，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。希望大家去后退，因为回家哭着找妈妈了。真的不要搞成这样。哎，同学，我是来这边找快乐的，你现在跟我讲这句话，不是分明让我难过吗？既然不开心，为什么要分手？你脑袋有问题？不要这样吧，我好不容易来这边交新的朋友，你这样真的很烦的。青妹，不要拉我！你现在不要去烦他。什么叫不要去烦他？到底谁要管他？为什么不要去烦他？你以为他现在会好过吗？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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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，还以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看是太多人追吧？哎，讲这样没有啦，我看他们遇到我的同学。没有啊，我比较喜欢喝啤酒嘛，喝起来比较舒服啊。其实威士忌不错啊，嗯，麻烦试试看威士忌。好。嗯。我还是喝啤酒好，真的太辣了。启罗，嗨，杨静。林不在，你怎么不进去等？没关系，我在这边等他就可以了。哦。阿静。哎。现在几点了？11:30了。11:30。启罗。如果林很晚都还没回来，你就先进去睡。这附近治安不好，你就别等了。而且林说不定不回来了呢。没关系，我再等一下。如果他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坐最后一班捷运。哦。
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？是我的电话，有空要记得再打给我。怕你的车被偷，所以在那边替你看着。好啦，你爱跟谁干什么我是管不着啊，我只是希望你能顾虑一下绮罗的感受。